不是，咱们来复盘一下这件事啊。国伟说只有面子是黑色的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其他的都是彩色的？彩色的，跟这个图肯定还有关系。有颜色一样，面色色跟面最终关最关键。色面色不好，面色苍白，面色苍白，是有什么成语吗？有色和面的。一文不值，跟那个一样。波纹没有，曲折是关键，它应该是平滑的，现在是变褶了。一文不值，跟那个一样，就是只有面是黑色，就是上回你说那个，那个不一文不值，就是这意思。面如面色红，面什么色？什么一面什么一面一色，千面一色，千面一目，千面一。你现在怎么说他是造词了是不是还是什么意思？这小孩能想个什么词儿？我们很近了，我们再加把劲儿，加把劲儿。面色。面不改色，面不改色。面不改色，耶！真的是疼了。对嘛，因为面没有改色。